最近天气很冷，有没有注意保暖？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你们猜到了吗？这就是最近我的朋友们都在纷纷推荐的冬季新年好礼——波司登羽绒服。今年的冬天真的太冷了。2021年第一件羽绒服已经买了吗？上次在户外拍外景，还好带了这一件波司登极寒羽绒服。这里面填充的是蓬蓬的大朵鹅绒，而且是保暖性非常好，适合中国南极科考联合研发的波司登，不愧是专注羽绒服的品牌。我给你们推荐的新年礼物之一就是我身上这件羽绒服哦，还有一件也是我为你们精心挑选的新年礼物，波司登时尚运动系列羽绒服哦，上面的印花图案是海岸线哦，是不是非常的特别？廓形的剪裁设计，运动起来也能够轻松自如。这个羽绒服真的非常的轻盈，而且摸起来也很柔软，穿在身上真的感觉非常的温暖，即使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也可以又潮又酷。珍珠塔们，喜欢我给你们推荐的这两个新年礼物吗？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，这个冬天很冷，记得要注意保暖，不要感冒喽。Baby, you a masterpiece. Ooh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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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, ooh na na na, masterpiece. Ooh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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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. 今天我收到一份来自 Avon 的礼物，就是它，是不是很像一本书呢？让我们打开它看一看。哇，里面有奥黛丽赫本。哇，还没有打开就已经闻到香水味。哇，超级香！快来跟我一起成为小黑裙女孩吧！